现场的各位粉丝还有媒体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。哎，掌声来一点好不好？我们把这个电竞乐器呢给热闹起来。欢迎大家来到 DC 的全新专辑 3D 发布会的现场，我是今天记者会的主持人杨亮。我想问问现场的各位粉丝还有媒体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没有，是不是？准备好了吗？不够，不够，再热烈一点。今天是 DC 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，他们作为正式的在中国的媒体面前来亮相，我相信很多的歌迷朋友也期待今天，期待非常久了。所以我希望你跑他们跳的时候，大家都能够拿出最热烈的热情，好不好？我们北京人的感觉，来，再来一遍，好不好？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最想见到谁？四姐。最想见到谁？四姐。让我们掌声有请 DC。掌声再热烈一点好不好？给他们一些鼓励的加油声，来，欢迎 DJ 苏吉啊，苏吉，来有请苏吉。我们先给现场的媒体一个拍照的时间，来，四位苏吉，来，我们左边的再来一遍，左边잘보시고요가운데掌声尖叫声在哪里？给他们一些加油打气好吗？来，中间的媒体，好，右边的媒体，OK， 好，欢迎四位。来，我们请我们的翻译也移步到舞台中央，我们先请他们四位一一和大家做个自我介绍，打个招呼好不好？来，麻烦您递个麦子。好。我现在想说一下，因为刚刚后面出了小状况，所以时间有点晚，大家久等，不好意思。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见到你们就是最好的这个回报了。来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Miss A。大家好，我是 Miss A 的佳，很高兴到你们。欢迎孟佳。大家好，我是 DC 的飞，很高兴今天我们的新专辑能发布，也很高兴各位媒体今天能来到现场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欢迎飞飞。大家好，我是 DC 的咪。欢迎你。